迎收看我们在家 TV 秀。今天影片可能要短一点点，因为我必须要在影片被发现之前把事情赶快做完。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在使用电脑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我信箱里面多了一封信，是 Google 寄给我的信。然后点进去一看，才发现原来是 YouTube 寄给我的广告收益耶！哇哦，真的太开心了！也就是说，我多了一笔私房钱。不过问题就来了啊，要领这个收益的话大概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支票，那如果要支票的话它会时间会过很久，因为从支票然后到现金大概要半个月以上时间，这样就被发现啦，被发现之后就要被充公，而且啊还会被收很多的手续费。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西联汇款，这个的话大概就会比支票快上很多，可是啊你每一次要去领的时候必须就是要去跑银行才可以领得到，这一点对于就是要照顾小朋友的妈咪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还是会被发现的。还好最后呢我找到一个超方便的方式，只要一分钟就可以马上做领取，借由这个影片啊分享给所有的影片创作者如何最快速的去领到这笔收益。那顺便呢我也在这边啊公开我在 YouTube 第一次能够领多少的私房钱。那在这边还是要跟网友们分享一下，如果一个频道要参与分论，它必须要达到一个门槛，这个门槛的话至少就是你订阅要达到1000，以及你的观看时数至少要4000小时以上。以这个门槛来说，说难不难，但说简单一点也不简单啊。以我们这种素人频道啊，我们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份整整花了5个月才达到这个门槛呢。妈，真的好辛苦啊！没有关系，辛苦归辛苦，不过我还是达到这个门槛了。达到之后呢 ，Google 会寄给你一个类似像认证信的东西，这最主要啊，就是认证你的身份，确认以后这个收益啊是你本人亲自去领取的。以上就是基本的流程，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用一分钟的时间快速去领取每个月的分润。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到 Xsense 那边去设定主要付款方式为西联汇款。第二步骤呢就是快马加鞭的找到一个离你家最近的金城银行去开户，最重要的是要开通西联汇款这个服务哦。额外再跟网友们讲一下，因为以前如果说你要领西联汇款只有金城银行跟大众银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众银行现在跟元大合并了就没有这个服务还是怎么样，现在目前台湾啊如果要领取这个西联汇款只有在金城银行哦。现在你只要到金城银行去啊告诉人员们你是 YouTuber， 他们就会很清楚的直接告诉你要怎么领这个收益，很方便。开完户之后啊 YouTuber 这边每个月收益大约会是在20到23号下来，下来的时候呢他会寄一封 mail 通知你，当你收到通知的时候你就可以登录这 Xsense， 登录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付款收据，很重要的你看到付款收据之后你要记住它里面有一个 NTCN， 就是西联汇款的监控码以及就是付款的金额，这两个只要记住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到手机啊去下载就是金城银行的 APP， 那点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有一个西联汇款有三个选项，这时候我们要选汇入汇款，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一个 NTCN，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一个监控码，一定要记住，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入这个监控码。你付款人的身份呢、啊、我们不要选个人，要选公司，那公司的名称的话也可以在我上面打，这边来这个国家要填新加坡，再来的话就是预期的汇款金额，就算有小数点也要正确的把那个数字填上去，自己的转入账号就是我们去开的金城银行的这个账号。填写完毕呢我们直接按下一页，那这一页呢我们只要在汇款性质这一栏去选择专业技术事务收入，这样就可以了。完成之后呢他就会把钱汇到你的金城银行就收到咯。有没有超快的呢？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够熟练的话可能未来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拿到你的私房钱咯。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公开第一次收到的收益到底有多少呢？$200太感动啦，希望网友们能够继续支持咯。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拜拜。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绝对不能忘记了，就是你必须要到你的 mail 里面把这一个付款通知彻底的删除，这样才会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你的私房钱咯。还有别忘记了记得订阅分享加按赞咯，拜拜。